新北报道。时序进入牛年，新北市莺歌陶瓷博物馆与雪学文化创意基金会首次携手合作的感动牛儿童暨青少年彩绘陶博特展，上千只可爱的感动牛在陶博馆齐聚，好不热闹。在莺歌二桥国小陶笛队演奏的《你我牵手走过》揭开序幕，希望借由陶笛音乐安抚因疫情造成不安的心。那我想在这边，我首先也要谢谢学学哦。我想学学长期在艺术教育的一个投入，我想大家就是有目共睹哦。特别也恭喜在去年获得教育部，今天也有教育部的长官在场哈、哦。获得我们艺术教育的一个贡献奖的团体奖啊、哦，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当然，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展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大家运用在地的文化的一个色彩，其实创作出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上千件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们还有来自于艺术家有七件大型的一个创作哈。陶博馆与长期推动台湾文化色彩教育的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合作，以陶瓷作为文化载体，鼓励师生透过社区踏查与色彩采集，探源代表自己家乡的五个文化色彩。小感动牛素胚原型是由艺术家庄普所创作，再由北台湾35个学校学生参与彩绘创作。莺歌二桥国小的创作灵感是来自莺歌石的岩石绿、二坑隧道的岩壁河、孙膑庙的铜牛黄、碧龙宫的神龟石盒及莺歌古早窑的砖石红，充分显示出莺歌的在地特色。除了上千只的小感动牛之外，还有多位艺术家所创作的大感动牛彩绘艺术作品齐聚一堂，喜迎牛年与幸福的到来。感动牛儿童暨青少年彩绘陶博特展展览期间横跨了农历年节，十分适合合家大小一同前往陶博馆欣赏，并透过系列教育推广活动引领大众及亲子学习并欣赏陶瓷工艺之美。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